黑丝落我家了。妻子的手机屏幕上显示了微信内容，而给他发微信的是我的上级领导黄冲。田云怎么会跟我领导认识？正当我思绪难解，手机屏幕又亮了，还是黄冲发的信息。送你的东西，喜欢吗？什么东西？我忍住浑身躁动的情绪，拿起田云放在一旁的包，翻了下。 竟是一件黑色带花边的睡衣，拉丝半透明的那种。怒火扣在我脑门上，我顿时丧失理智。结合黄冲发来的这两条信息，基本断定他跟我老婆关系亲密到送睡衣的阶段了。而且田云今天还去过黄冲家里。老公，你怎么翻我包啊？田云从卫生间出来，见我站在他包旁边。 娇嗔着皱眉，从我手里夺走睡衣。老公，这是我们直播间新款睡衣，好看吗？田云是平台主播，直播卖睡衣，款式都是少女萌萌款的睡衣，跟包里这款类型相距甚远。她在撒谎。搭配上黑丝会更好看。我故意这么问她，我记得你早上穿了黑丝出门，黑丝呢？ 搭配上，让我看看。田云脸上一僵，但又很快勾起笑。他把睡衣丢在旁边，挽住我的手，亲昵开口：“上班路上不小心刮破了，我随手就给扔了。看来是真落在黄冲家了。”我气得身体都微微发抖，但我要忍。没有证据之前，提前暴露对我来说没有好处。 这睡衣我怎么看都不像你们公司的，真的是新款，这么暴露的新款，直播平台会给上吗？起初，田云从平台直播唱歌转型卖睡衣，我是坚决不同意的，但他一再坚持，告诉我他们公司睡衣都是正规且正常。我连续看了他一个月的直播，的确正规，也就默许了。但这件睡衣啊。 总是要调整的。这款内部发给我们员工，不一定要上。我就是先让我老公看看。他说着，双手环在我的脖子上，试图转移目标。老公，我们晚上……田云的话音还未落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我将他不动声色推开，扫了眼，竟然是黄冲的电话。他这时候打电话来做什么？喂。 黄经理，我平静的呼吸了口气。小鱼啊，公司临时出了个项目，可能比较着急，要策划案。你看晚上方便加班不？加班费我到时候会跟公司提。黄冲笑呵呵的声音在电话那头传来，丝毫掩饰不住他的油腻。加班到底是加班，还是把我支开？这……但黄经理，我都到家了。 我知道，但这是很好的机会。如果你不想在公司领导面前多冒尖的话，那我把这次机会让给别人了。他半真半假的威胁。我知道黄经理的好意，我现在就去公司加班。我不再推脱，我倒是要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。出门前，我把时常记录工作用的录音笔偷偷,偷放到了主卧的抽屉里。 老公又要加班啊！你说你这一月到头经常加班，怎么会吃得消啊？田云的脸上闪过恋恋不舍的情绪，拉着我埋怨我加班。在今天之前，我因为每月加班的事还对田云报以愧疚，但看到那两条信息跟睡衣后，我几乎能断定他跟我领导的关系不菲。你乖乖在家待着。 我加班也是为了好好挣钱。我敷衍了田云两句，扭头出了小区。到公司后，我按常态没有见到黄冲，但又接到了他的电话，无非是想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到公司加班。确定我到了以后，他的笑声都快溢出我手机这头，恶心。挂断电话，我陷入沉思。黄冲作为销售部经理。 经常会把策划案丢给我们来写。之前我为了升职加薪，也统统愿意，倒是给我加了不少工资。但我也都把工资交给田云保管。我思来想去，眉头皱得更紧了。黄冲明明有家庭，他老婆来过公司，气质佳，长相俊俏，而且我还听说他家里有公司，又是独生女，到时候钱都是他的。 蝗虫竟然这么不知足，还来勾搭我女人！我完全没有工作的心思，把以往的策划案翻了翻，在公司待了快一个小时。我接到了田云的短信：“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忙完啊？回家了吗？这是在探听我的口风呢。”我轻笑了声，随后快速发了信息过去：“快了，在半小时左右。”我想。 黄冲现在在我家，正在不停的穿衣服吧。恶心的情绪再度涌上心头，在公司又待了将近一小时，我才回家，把策划案发给了黄冲。回家后，果然一片干净，除了浴室里还湿漉漉的以外，田云躺在床上，像是任何事都没有发生过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我等你等的都快睡着了。田云伸手来拉我。 累了吧，赶紧睡吧。你看着也挺累的。我看着他身上浅小的印子，冷笑。在我的房子里做这种不要脸的事，田云竟然还能装作若无其事，他的心理素质真是强大。是啊，那老公，我先睡了。田云冲我笑笑，随后便扭过头睡了。我没洗澡，也和一躺下。 一直听到田云沉睡后，我才拿出放在床头柜的录音笔，去了阳台。我没猜错，他们就是在我的卧室里做了这种事。那种叫声热情的，简直让我作呕。田云一口喊着“黄虫叫老公”，更有些不堪入耳的话，听着我直反胃。我跟田云当初是相亲认识的，她长相甜美清纯，只见一眼。 我便被吸引了。当时他刚毕业，从农村出来，心思也单纯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跟黄冲有这种关系。在他们事后聊天中，我得到了这个答案，还听到更加让我震惊、我三观的话：“老公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啊？我们保持这种关系都两年多了，你可不能诓我。” 是田云娇滴滴的声音，字里行间都透着要黄冲离婚娶她的意思。两年多了，他们竟然有这种关系？两年了，我脑海中浮现出两年前我们公司团建，我带田云一起，当时黄冲也在，时不时问我田云的工作，还是可以给田云安排工作，我婉转回绝了，说田云是一名主播。 黄冲还问了我：“田云是哪家直播间的？”往事不停在我脑海中翻转，我迅速想起团建后，田云的直播间出现过一位大哥，专门打赏贵的礼物给他。那段时间，田云光是礼物提成都收到手软。我还记得那人的 ID 叫“土土油吧，现在想来，这不就是个黄字吗？原来他们之后转了线下。 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跟我老婆提的。现在我不正在转移他家资产吗？黄冲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。你得再忍一忍，他防我防得紧，我尽可能再转移了。我现在经理的位置都是他给我安排的。我联系了医院，骗她怀孕了，想着有没有办法让她签个保险，受益人写我，到时候呵呵呵。 黄冲说到这里，激动地开口说道：“则要是他意外出事，他所有的财产不都归我了吗？但你不是说你老婆的财产暂时还都在他名下，家里的房子不也是他的名字？”田云问：“你放心，我已经在劝他了，在等他给我投资。我老婆都听我的，等我把他的血吸干，就跟你远走高飞。” 至于你老公，也可以让他签保险，弄个意外，你就有一大堆钱能享受了。黄冲跟田云的话简直丧心病狂，不仅双方婚内出轨，还想用害人命的方式取得财产。我手握证据，脑袋飞速运转，绝不能让这两个人对付我。第二天，我请假在外面的市场转了一圈。 买了点针孔摄像头，安装在房间、客厅。黄冲跟田云不知道我发现他们的事，所以他们一如既往故技重施，在我家肆无忌惮的翻云覆雨。我收集到视频后，连夜剪辑了视频加音频。在我这些年累积的人脉之下，找到了黄冲的老婆徐丽梅的联系方式。我把一半视频跟音频发给她。 又留了一行字：“如果你想要知道真相，去左岸咖啡厅找我。”没想到一天后，徐丽梅就来了。徐丽梅穿着一身素色旗袍，她踩着高跟鞋坐在我面前，不管是仪态身段，都展现着的她的气质。我去调查过，徐丽梅是个家境极不错的富家小姐，有自己的小事业，但大部分精力也用在家庭上。 把身上很多商业资源统统用在了黄冲身上。我打听的结果，徐丽梅很爱黄冲，甚至有点恋爱脑。我见过你，黄冲的手下余林。徐丽梅坐下的那一刻，眼神轻轻落在我身上。你为什么要陷害黄冲？为了往上爬吗？徐小姐，视频跟音频都是证据，我发给您了。 我没想到徐丽梅会如此相信黄冲，甚至认为我在陷害他。视频可以 AI 换脸，音频你也能找个声音相似的。想要陷害黄冲的人不少，我没想到他一心信任的手下竟然会找到我这里，说他外头有人。徐丽梅轻蔑看着我：“你想看现场直播吗？”对于徐丽梅的话，我并不生气。 但我这次是恰好点过来的，他们两个在我的房间里做那种事，我总不能 AI 换脸吧？他喜欢黄冲，自然第一反应是维护自己老公，毕竟黄冲在他面前可谓是三好男人。可他必定是动摇的，不然他不会出现在这里，真有现场。徐丽梅皱眉，下一秒又生气站起来。 你别胡说，我不会相信你的。我告诉你，你在背后陷害黄冲的事，我还没告诉他。我也怀孕了，你要再继续纠缠，你根本没有怀孕。我把家里的直播现场调出来，放在徐丽梅面前，那是黄冲的手段，他想从你身上尽可能骗钱。 他最近是不是还让你签了一份保险单？受益人是他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徐丽梅的脸色顿时僵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好好看看吧，视频里的女人是我老婆。我在前几天发现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不想多说废话，把针眼摄像头的直播内容跟后半部分的音频全部摊开来，跟徐丽梅详细说了一遍。 还有，如果你不相信我自己，可以偷摸去做个检查，是否没有怀孕？我只是想跟徐小姐合作。黄冲真不是人，从录音笔里的内容完全可以听出来。他找人给徐丽梅下药，让她乱了生理周期，再去黑诊所开了证明来糊弄徐丽梅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她签保险。 黄冲想在这几天内彻底得到徐丽梅的财产，你想要我怎么做？他颤抖双唇，正正看向我。他终于信了。徐小姐，离婚吧！我坚定地看向徐丽梅，只要你这边能干净利落地跟他离婚，既能保全你，又能撕下他们虚伪的面具。但我怕他会做出过激伤害你的事。 你尽量不要出拆穿他在外面找人的事，我也不说，就当做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勾当。我说着，狠狠一拳头落在桌上，内心在气愤，我也要忍住，我要他们没好下场。你有计划？徐丽梅皱眉看向我，是我老婆拿走了我所有积蓄，我要她一分不少的吐出来。 徐丽梅是个很果断的女人，也许是医院查了身体，她跟黄冲主动提了离婚，但我没得到好消息。徐丽梅在深夜给我发短信，我想了想，还是暂时不离婚。她竟然反悔了，可她为什么反悔？我正想打电话过去，又接到了徐丽梅的短信：“我会抽时间找你。”这一等又是一星期。 这期间，田云跟黄冲仍然有来往，肆无忌惮，而他们始终没有发现装在我家的针孔摄像头。我知道徐丽梅没有出卖我。那天工作时间，我收到了徐丽梅的短信，要我在附近的咖啡厅见面。我很想知道她到底是为什么不同意离婚。一直到我见到她，她脸上稍稍褪去的乌青，我猜到了大概。 我那天去医院检查，发现我的确没怀孕，我直接跟他摊牌了，提出跟他离婚，但我没想到，平常看上去温润的男人，那时候就像是魔鬼，直接跟我翻脸，甚至动手打了我。徐丽梅说到这里，哭红了双眼，身形都变得摇摇欲坠，脸色惨白。 他不准我离婚，还把手机丢在我面前，都是我们婚姻期间私生活的照片跟视频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偷拍的，他让我别跟任何人说，不然就把照片发到我父母那里，发到我同学群。我我没人可以诉说，我只能找你。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看着他，我都能知道他有多伤心。 就如我得知田云劈腿黄冲，心里恨意痛意交织。别哭了，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我来想办法。我知道，像黄冲这种人渣，一旦撕破脸皮，没那么好说话，甚至还会想着之后的事要怎么对付他。不过好在徐丽梅还有理智，并没有把我交代出去。你真的有办法？ 他激动的看向我，有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，我会帮你拿到照片跟视频的初始文件，但也有一点我要提前跟你说清楚，可能需要花点钱。好，多少钱我都愿意花。徐丽梅激动的开口。我回家后躺在沙发上开始想办法，托朋友找到了一家私人侦探所，帮我调查黄冲，资料给的很快。 我也快速找到重点。黄冲除了喜欢在外面勾搭女人以外，还很喜欢赌博。他经常出入一些会所进行赌博。我从资料中得知，黄冲这段时间赌博痴迷，欠了很多钱。我估计是想还债，才想从徐丽梅那里得到更多资产。老公，你在看什么呢？田云见我看手机，身体快速朝我的方向缠过来。 他的手若有似无地攀上我的肩膀，老公最近好久没有跟我一起睡觉了，你怎么了？自从知道他跟黄冲的关系，我始终觉得膈应、恶心。哦，最近工作有点忙，我的确对他敷衍了不少。工作这么忙，工资发了没有？昨天十五号应该发工资了，怎么没给我啊？ 原来是因为这事，之前只要是工资到账，我都会在第一时间转给田云。但现在他还想从我这里拿走钱，是痴心妄想。工资是发了，但被我爸妈借走了。家里房子马上要拆迁了，他们需要钱置换房子。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着：“我刚想跟你说说家里拆迁的事，家里要拆迁了。” 田云半信半疑的看向我，眼神中的狐疑掩藏不住。是啊，已经去村里测量过了。我们村庄周围都拆的差不多了，就剩下我们村。我耐心详细的跟他解释了一遍。但我父母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他们手里没什么钱。我家里只供我一人读书，除了我以外，我还有个哥哥，那没钱也不能问我们要啊。 你哥就不能出点？田云脸上闪过不屑，完全不想跟我家扯上关系。我哥跟我大嫂把所有钱都给爸妈了，爸妈也说了，房子拆迁谁出钱多少，按照比例给我们两兄弟分房子。我的话音刚落，田云的眼睛都瞪大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不想出钱。 毕竟我们手头的钱也不多，家里的房子虽说能拆迁，也应该给我哥多些。这么多年来，他跟嫂子在照顾我父母。于林，你疯了？田云叔弟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能分房的事你怎么不跟我说？他见自己太过激动，又重新坐下来。于林，你也知道这些年我们手里的存款多少有点，不至于穷的叮当响。 爸妈需要帮助，我们当然要出资了。我们手里有多少钱？我问。这些年把钱放在田云手里，我压根没有过多询问，手上有多少我也不了解，反正不少。但这件事必须要确定了以后才能实施啊！于林，你什么时候抽空回家问问爸妈，这事到底靠不靠谱？ 田云对钱从来都斤斤计较，特别涉及到我家的事，他更是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。行，那再等等吧。我知道还不能太着急，一旦着急，容易被他发现。半夜，我偷偷起床，又快速联系好黄冲欠债最多的会所，安排好一切，等着好戏开场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替徐丽梅联系好的人。 在会所门口处，直接把黄冲扣住了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黄冲挣扎着被拖到了隔壁包厢内，他还在大呼小叫：“你们凭什么抓我？”黄冲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已经等了你半个多月了，欠我们老板的钱利滚利都过百万了。今天要不把钱还了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男人抬手狠狠一巴掌。 打在黄冲脸上，这一切我跟徐丽梅在镜子后面看得一清二楚。人也是我提前安排好的，只要花点钱，让会所老板陪我们演场戏，不是说好会还上吗？再给我点时间，我很快把钱凑齐了。黄冲央求着，即便是被打了一巴掌，仍然像条哈巴狗。没时间，我去调查过你。 你老婆很有钱，怎么连一百万都拿不出来？男人继续问。我已经尽快了，我老婆他们家还不知道我欠债的事，不然我一分钱都还不上。黄冲央求着：“放心，只要我一拿到钱，欠你们的一切我都会还上。”我没时间听你承诺，不如你拿出点诚意来，留下点什么东西。 男人上前拽住他的头发，留下你一只手当做抵扣，我才能相信你真能把钱拿出来。不行，不行，我的手要是没有了，我老婆迟早会发现。他家要是发现我在外赌，他就不愿意把钱给我了。黄冲激动的满头大汗，吓得身体都颤了。你连自己老婆都拿不住？ 我可不信，今天这事必须要解决，要不留钱，要不留点东西证明你能还上钱，我才能放你走。这男人是我专门找来的，脸上有道疤，再加上独眼，看起来就像是道上混的。这期间，男人对黄冲又是一通威逼利诱，黄冲终于败下阵来，他开口求饶：“我，我有我老婆的私人照。” 我去取来给你们做抵押，我一定会还钱的啊！总算是到点子上了，我看到身边的徐丽梅脸色都暗了，双手紧紧握着拳，气得浑身站立，恨不得上前去撕碎了黄冲那张脸。徐小姐，一定要忍住情绪，等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再对付他。我出声安慰。 我知道徐丽梅把所有的精力跟感情全部都投在黄冲身上，可黄冲却自私到为了自己随时随地出卖徐丽梅，就像是看着老实的田云可以毫不犹豫背叛我一样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刀疤男押着黄冲去了公司，找到黄冲的 U 盘，里面竟然有好几个 G 的照片跟视频。 据黄冲说，里面除了徐丽梅，还有其他人的。这东西有备份吗？刀疤男按照我的指使问黄冲：“没有，我全部都存在这里，没有备份。”黄冲吓得连站都站不稳。那就行，你最好识相点，把钱还上，东西还给你。要还不上，下次就要剁你手了。我在附近的酒店里听到他们的话。 这才放下心来。刀疤男很快把 U 盘交到我手上，我把钱给他结算清楚，把 U 盘放到了徐丽梅手里。东西拿回来了，你检查下是不是有问题？酒店里刚好有电脑，徐丽梅的手在插 U 盘的时候抖得厉害。我看她深呼吸的盯着屏幕，然后耸着肩膀，哭得浑身颤抖。我想。 徐丽梅此时哭得有多伤心，黄冲的下场就会有多惨。回家后没过多久，我接到了徐丽梅的电话，我提出离婚，说她手里就算是有照片跟视频，我也不怕。她跪下来求了我很久。徐丽梅的声音听起来坚定，我让我父母也来了，撕下了她这张虚伪的脸。她被我赶出家门了。 公司那边我也打好招呼，他的职位由你来顶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在 U 盘里发现你田云的照片，已经发你邮箱了。谢谢，这些都是我意料中的事。黄冲连自己老婆都不放过，还能放过田云？不用谢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恐怕还看不清这个人渣的真面目。 你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可以随时喊我。徐丽梅笑着：“我一定帮你。”我还真有一件事需要你帮忙。我这边的计划也要开始了，在事情结束之前，把存在田云那边属于我的钱全部都要回来。挂断电话，我很快收到公司的短信，任命我为销售部的经理。田云也刚下班回来。 看得出来，他很疲惫。老公，我好累啊！家里拆迁的事，你到底问清楚了没有？爸妈没骗我们吧？田云匆匆走到我面前，我知道黄冲如今没了徐家做靠山，肯定想方设法的想从田云这里捞点钱。而接下来的这出戏，我要他们不仅身无分文，还要他们撕破脸皮。 没脸继续在这城市里待下去。没有，刚还给爸妈打电话说可能快公布了。你有没有朋友可以打听打听这方面的消息？我给他倒了杯水，勾唇笑了笑。不过村子里都在传，是真的。打听啊？天云撇了撇嘴。哦，老婆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我升职了。 我想看看田云会是什么反应，升职什么岗位啊？他好奇问我。我之前是销售部小组长，公司是一个萝卜一个坑。黄冲没走之前，别人是绝不可能升职的。销售部经理啊，你知道黄冲要我们黄经理不知道为什么从公司离职了，我代替他的工作。我的语调张弛有度。 话音刚落，田云手里的玻璃杯瞬间滑落在地，啪嗒，一切支离破碎。老婆，怎么了？我焦急的看向他。哦，没，没事啊，我不怎么知道他呀。田云笑眯眯的，可他此时此刻的模样简直比哭还难看。看来黄冲离职的事没有告诉过他。于林。 我有点不舒服，先去房间睡一会儿。家里拆迁的事，我再问问情况。如果是真的，我立刻去取钱。看来田云这点意识还是有的。黄虫靠不住的时候，总是想从我这里再捞走点什么。田云回到房间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黄虫打电话。这些我都能从摄像头里看得一清二楚。他们的对话。 他们的行为全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镜头里的田云显得很激动，也提到了黄冲要问他借钱，但他这回怎么都不肯。但很快被黄冲安慰好了他的情绪。黄哥，你应该有人脉，打听得到关于那村子拆迁的事吧？听说规划都要下来了，把钱投资进去，能分到他父母的房子。 哥，到时候要真能分到房子，我就跟榆林说再见。房子只写我名字，不都是我们的了吗？那升值起来可不是几十万了。如果是假的，不能拆迁，那就再说吧。毕竟创业有风险，这分房子可是轻而易举能得到的。我听田云话中的意思，便知道。 他没完全被黄冲忽悠，但听到这些内容只想作呕。这未免也太露骨、太不要脸了！我们家的房子，田云竟然想跟黄冲独吞。黄冲的效率蛮高的，马上就给田云调查出来是真的。第二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田云早已把银行卡放在客厅了。老公，这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，密码是我生日。 一共八十万都给爸妈拿去，房子的过户要是钱不够，我们都给出了。田云恨不得此时此刻让我把我爸妈的平方全部划过来。老婆，你真的好大度。我冲他微微一笑，钱立刻转到了我爸妈的账户里。我给徐丽梅发了短信，感谢你的帮助。 如果没有徐丽梅，这拆迁的假消息也没这么轻易让黄冲调查出来，也不能让田云百分百信任我。则把家里主要财产转移了以后，我就放心把接下来的事做得更绝了。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连续一礼拜，我去上班后，黄冲便来我家跟田云苟且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这段时间，黄冲一直没有把跟徐丽梅离婚的事。 告诉给田云听，我偷偷放了消息出去。当天，田云便在家里跟黄冲大吵一架，昔日温情早已不在。田云甚至催促黄冲把之前借给他五万块钱快点还上。黄冲气得生气发飙，警告田云以前给他刷的礼物都不值五万块。我只觉得可笑，原来他们所谓的你侬我侬。 如此不堪一击。晚上我回家，田云便扑上来了。老公，你们黄经理是不是因为跟老婆离婚，被从经理位置上赶下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的演技也在飙升。我听别人说的。我以为你好端端的，怎么升职了？田云不敢在我这里打听太多，耷拉着脸。但我敢说啊。 我都不知道黄经理原来是这种人，我以为他家境挺好，没想到竟然家暴老婆不说，还私底下喜欢勾搭公司小姑娘，偷拍那种视频照片。算了，这些都是别人家的事，我们不做参与。我倒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。我立刻转移了话题，可田云脸明显僵了，他在害怕。神，什么事啊？ 他心不在焉，哎，我叹了口气，淡定自若地把话说出来：拆迁的事办下来了。我哥想把我父母的房子整个要走，他说他们现在还都是农村房子，我们又已经在城市买房了，所以什么？我们自己买房还买错了？那不是你爸妈当时为了让你工作方便，让你结婚才买的房子吗？ 田云顿时坐不住了。你哥不是说要在父母身边照顾父母，才一直在农村吗？这不是拆迁了，他们没房子。我爸妈想着，他们刚好能有两百平，一百五十平给我哥，也算作是给他补偿了。补偿？我们还住着几十平的小房子，你哥要一百五十平，凭什么？ 田云焦虑起来，气恼道：“你也是儿子，你凭什么没得分？因为我户口早就迁出来了。我爸说我想要房子，也必须要把户口迁回去。要是单身的话，还能扩户；成家的户口迁出去的，不能扩户了。”我慢悠悠的告诉他：“我爸说让我想清楚，要不然要一百五十平的房子。” 要不然，把我们现在住的这套你过户给我哥，只能二选一。我们现在住的这套单价三 W 一平，面积就八十平，总价二四零 W 左右。而我老家虽然在县城，但房价也将近三 W 了，折合下来，一百五十平的房子也得有四百 W 多。这笔账，我想田云怎么都算得明白。田云的脸色骤黑。 可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的。他早已让人去调查过了。我们村的扩户政策是大龄青年才给过户，只有我单身，又把现住房给我哥，我才能回家扩户。如果现住房不给我哥，我哥也不会把村里的平方让出来。这些我都跟田云详细说了一遍。我晚上提出在沙发上睡，让他好好思考一下。 第二天，我想来的时候，看到他站在我沙发边上。老公，我们离婚。他娇笑着，拉着我的手。我去打听过了，你们老家的房子拆迁后，可能被分配到好点的地方，到时候房价都可能不止三万。他贪婪的模样让人作呕。只可惜，这些信息都是我让徐丽梅放出去的假消息。 为了骗田云的，很快我们拿到了离婚证，房子也在我哥的催促之下过户成功了。我在公司申请住房，田云跟我说他也申请公司住房了，但我知道他压根背着我在偷偷跟其他给他刷礼物的金主约会。我让人收集了田云约会的信息，给了黄冲。 又把黄冲偷拍田云的那些视频，顺便发给了自己一份。那天中午，田云来我公司找我吃饭，开口就是问拆迁的事：“老公，拆迁的事进行的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拆呀、啊？爸妈会把平方给你吧？”拆迁的事，你还有脸问我拆迁的事？我一早上都在酝酿情绪，我指着他。 气得把桌上的碗摔在地上，指着田云的方向：“我家拆迁再多也跟你没关系。”于林，你你在说什么？田云不知所措的看向我，脸色铁青：“你自己看，你干了什么好事？”我把黄冲给他拍的这些视频跟照片全部放在他面前，用力拍着桌子：“这些东西是别人发给我的，你什么时候拍的？” 跟、嗯、跟谁拍的？结婚期间你偷摸着给别人拍这种视频，田云，你可真要脸！我轻嗤了声，看向他：“你这还要我跟你复婚？还想要我家的房子？田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周围的人看我们吵扰，眼神朝我们这看过来。田云要脸。 他倏地站起来，朝门口的方向走了出去。他的眼神震惊又不可思议。我知道他要找谁算账去，所以提前接上徐丽梅，开车跟上了他。果不其然，田云就是去找的黄冲。没想到正好黄冲从租房里出来，看到了田云。田云一上去就把包狠狠地砸在了黄冲的脑袋上。我猜猜都能猜到田云能说什么。 大抵就是为什么自己离婚了也不放过他，竟然把视频都传出去。可黄冲也不是好惹的，当众抓着田云的头发骂骂咧咧，拳脚相向。我也猜得到黄冲说什么，无非是田云在跟他保持关系期间还跟其他人约会。毕竟那些田云跟其他金主约会的照片都是我发给黄冲的。 不如我们回去吧，别看了。我怕黄冲的模样让徐丽梅心里难受，想直接离开，却不想他一口咬定看，当然要看看这对渣男渣女的下场。下场自然是糟糕的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却丝毫没有要停下。我打开车窗，能听到黄冲骂人的声音：“贱人！我要让大家看看你有多脏。” 黄冲边说边撕扯着田云的衣服：“你你竟然敢下手对付我！黄冲，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？你为了自家老婆的财产，想要骗保害他！”田云也忍不住反击：“拍那种视频，恶心，人渣！”而这一切全部被人上传到了同城网上，自然很快有人。 把田云跟黄冲曝光出来，田云主播的身份，在主播期间跟多少男人出来约会过？网上评论区甚至出现了他多个男友，而黄冲还有人曝光了他赌博的事迹，跟以前当领导时欺负过多个下属，当然也有他的癖好被曝光出来的。一时间，因为田云跟黄冲的消息。 直接上了同城榜第一的热搜位置，啧啧，徐丽梅特意让人控屏，避免曝光我跟她的身份信息。黄冲跟田云哪还有脸继续在这座城市里待下去？我打听到田云卷了金主的潜逃了，至于黄冲，徐家的人不可能再让他出现在徐丽梅面前。一个月后，谢谢。徐丽梅特地约我出来。 当面跟我道谢，如果不是你，我恐怕还蒙在鼓里，甚至有可能因为黄冲而丢了性命。他是真心实意的感谢我，我也在他眼中看到了平静。我听说你在公司做的很不错，我们家准备要开一家新公司，正好缺个总经理，你有没有兴趣做管理层？徐丽梅修长的双腿叠加。 新买的旗袍衬得她身材愈发好了，脸上绯红。不论是气质还是精神气，都比前段时间好太多。放弃一个如此爱她、家世好、长相出挑的女人，黄冲真的不后悔吗？当然有兴趣。我笑了笑。对于我自己的能力，我从未怀疑过。你欢迎你，于总经理。徐丽梅站起身，伸出手。 我握住他的手，相视一笑。我想清楚了，男人嘛，还是要以事业为主。